季军赛后 ，LPL 冒泡赛名额确定。观众，这不是洲际赛三傻吗？在昨日 LPL 的季军赛落下了帷幕 ，TES 以3-0击败了 BLG， 拿到了季军的位置。对于 TES 来说，这个赛季绝对是他们丰收的一个赛季。虽然在半决赛中他们不敌 RNG， 但对于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来说，季军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。看到这三支队伍，不少观众也感慨，这是洲际赛三傻大闹冒泡赛吗？如果 TES 在季军赛中输给了 BLG， 虽然也可以进入到冒泡赛，但最后守关的队伍却是 IG， 因此这一次的冒泡赛，个人还是比较看好 TES 的。毕竟从现在来看，这支队伍确实是占尽了天时地利。不过冒泡赛的三支队伍都有明显的短板，谁输谁赢的交手之后才有结果。